近日回归，在签售会上有许多能和粉丝们交流的机会。成员卡兹哈在被问到理想型时，突然反问粉丝说的是男生还是女生，粉丝对这样的提问感到意外，然后解释一般情况下的理想型。卡兹哈回复了喜欢有自己主见的人，并未特别提及喜欢的性别，让粉丝们表示卡兹哈似乎对于只要是自己喜欢的类型，性别不是考虑的重点。而卡兹哈独有的清纯又坚强的个人特质，也的确让他在粉丝群中男女通吃。卡兹哈开放的思想让粉丝们感到兴奋，纷纷表示卡兹哈真的太帅了，四代偶像对于性别多元的观念令人感到欣慰，也称赞到新四代的偶像能够给年轻的粉丝们带来更多元的想法。